共同见证方寸智选执掌风尚，就要我的 HP Mini 媒体体验会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呢，要为我们打响这个精彩第一炮的，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，咱们中国惠普信息产品集团移动信息产品部总经理陈国维先生，有请陈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就是年轻的专业人士，他们喜爱什么，他们追求什么。那我们觉得说今天我们的 mini 这一款 HP mini 就是针对 young professional。 我真的第一天看到的时候，我的感觉真的觉得它真的是特别漂亮，特别时尚。从它的外观的设计，你看它是圆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整体的那个感觉，这个笔记本设计的特别的，怎么说呢，这是很完美的这么一个笔记本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，对于 HP Mini 的诞生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惠普的一个合作伙伴，那就是威盛的代表，威盛 CPU 平台的高级总监吴亦盼女士，我们来欢迎她为大家致辞，谢谢。那对于这一点呢，能够身在这样的一个 project 里面，其实威盛是非常的与有荣焉的。那我想身为这样一个领导的品牌呢，他们在挑选这个 CPU 跟合作伙伴也一定是特别的有远见，而且特别的独具慧眼的。带上我们今天走来的，带上去就是两位时尚靓丽的年轻人，他们所代表的族群就是数码青年。我们也看到 HP Mini 在他们的手中显得是如鱼得水，天作之合。干练的女士呢，她就是今天另外一个的族群代表，那就是时尚女性。我们看到现在在我们前方向我们走来这两位呢，显得面容有一点严肃啊，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精英阶层，也就是商务精英。同时我觉得室内的朋友们可以开始考虑一下你们团队作战的问题啊，看一看你们手上的笔记本电脑。请各位啊找到自己的队长，队长呢考虑啊分兵几路行动，等一下就很快让你去。